这瓜呀要蒙着卖。怎么蒙着卖？蒙你个头，神经病吧。哎呀大哥、啊、蒙着卖比你在这儿摆着卖要挣得多。我不信。哎，你看不光这一车瓜、我告诉你，更多的瓜我都能让你一个小时之内就让你卖完，让你成为这个市场的本地瓜王，你信不信？说大话呢吧你，我不信。这么的啊，我先买20个，我先给你实操表演一下，如果我要是能卖完，咱剩下的瓜也都这么卖，卖完咱俩46分，你看行不行？哎呀，你看卖瓜的人多了，对吧？你这瓜能卖完吗？感觉你这个挺诱惑人的是吧？可以试一下。好，就这么定了啊、我来布置布置。西瓜咱蒙着卖，让别人过来，哎，超重量，只要在2两误差之内，我就让他免费拿走。哎，哥们，免费拿走，那我不亏大发了吗？哎，看着一定赚。错了，蒙错，咱就照价就买走。来，看西瓜就要这样，哎，蒙起来卖。你是老板？啊，对，现在这瓜是我的。哦，咱们今天只送不卖，蒙对了你就带走。来，看多重。7斤半吧。确定吗？7斤半差不多。确定啊？确定。好嘞，咱腰一下啊。7斤3两，都蒙对了。这能拿走啊？真的，这瓜送给您了。要不要再试一遍？真拿走啊？啊，就送给您了。那还真送啊？是不是感觉我亏了是吗？没事。太亏了吧？还可以。这不给钱、啊、不给钱，真拿走了。再试一个还能免费拿走啊、行啊，来再试一个行吗？这肯定再试一个。来再来一个，找一个瓜看哪个。8斤。哎呀，见证的来了啊。哎呀妈呀，又蒙对了、是吧？那这不亏大了？那我不好意思了。真的，那讲诚信还得带走。那不好意思了，一会儿上楼你们家邻居，我现在就去，你去让他们来啊、哦！这出师不利，直接前两个就给送走了。那怎么办呢？这都亏了吗？没事啊，别紧张，反正这瓜是我的，对不对？大爷，您先说一下它几斤，大概多少斤？5-6斤吧。来个准确的数行吗？7斤。嗯，6斤。6斤对吗？那腰一下行吗？来来来，咱试试啊！哎呦。6斤半。6斤5两。6斤半。差了5两。来大爷。哎大爷您过来，蒙对重量就送给您。那蒙不对。哎哈哈，他可能怀疑，你说这么大个店在这儿待着还害怕。来姐。7斤半吧，这也就有。每天买菜吗？能猜对吗？天天买。对吗？估计差不多。遇到个有经验的啊，看能不能蒙对。7斤3两。哎呦，厉害厉害厉害哦，在我们误差2两范围之内，恭喜你啊，蒙对了，西瓜送给您了。哎呀，真不好意思，谢谢您。没事没事，叫招呼邻居下来啊，来您蒙一下重量，蒙对了这西瓜送给您了。来来来试试。蒙对了免费送，蒙错了呢？蒙错了照价买啊，您也没损失。来挑一挑，挑一个。嘿大哥，您也来蒙西瓜的啊。瓜斤二两。9斤4两，差一点，行，给我吧。好嘞，您拿走。啊，蒙对了就给个西瓜。粗小手段的呀。对，是嘞。你看，蒙着卖，要正常卖没人买。哎呦，来个大的。蒙一下，多重？您先。是10斤不？10斤。11斤半。10斤。我得9斤。确定吗？确定。有了。好。10斤，12斤，来照价买的，不能逃票啊！哎呦，就是姐姐，您这是从楼上下来把大哥招呼过来了是吗？哦，对，刚才已经抱走一个了，这回也照常就买了啊。没事儿，没问题。好嘞，总结一下啊，这个叫事件营销，就是通过游戏挑战类，哎，让大家感觉很好玩，吸引了大批的客流，这叫欲擒故纵，叫引流。那把顾客引进来了，哎，大家是不是觉得不错？你看，立马大姐回家叫朋友叫邻居，哎，迅速我们的顾客是不是就排长龙，对吧？那这么多卖瓜的，我们是不是都胜出了？就把顾客留下来了，而且让顾客主动去帮你介绍顾客，这就是一个成功的事件。你学会了吗？